什么意思呀？你哪来的，兄弟？定住拉走，在这直接毙。来，再跟你再跟你斗一斗。他们不毙了，好吧。我跑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跑掉。我说跑不掉，好像。跑是能跑，但我能反杀他们吗？我试一下。踹死一下。不用问若曦哥哥，他是每天都来喂你的。没闪了，还能操作吗 ？Nice， 我杀完了，靠雷啊！来一波，帅气！卡牌路，卡牌路啊！我的 fuck is that？ 卡牌他妈拖半天。你他妈敢不敢？我想问问你敢不敢？哎呦我操！你他娘的，瞎子呢？别大招！哎呀，来过来来！呀哈，臭傻逼，抓老子几次了？
我撤，打不了吧，打不了。我们这边有机器人，只能等机器人勾呀，不然的话，不然作用就没了。对。我输出了，我输出了，他们拦不住我输出。走。我杀 AD。好杀。杀。破鬼。下路线吃一波。OK。这个当排位打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 W 了，没有 W 了。帅。好了，来，救命！往我这边靠，杰哥应该在后面。我跳走了。杰哥隐啊，螳螂隐身了，螳螂隐身。我知道，我跳走了。定住了。来，2-5了吗？定住了吗？能定住，交给你们了。就2-5了吗？啊，一般打，不然的话对面就给炸掉了，大了，沉默。这野区里面我爽。对，就让你一个炸掉，我们不要一全部进去，不然的话麻烦。我们把那个吧。我动一下他吗？哎，啊！我输出了。秒掉了。你慢慢来，我往这不靠。Nice。游戏结束。一波可以吗？一波可以，我推他很快，还有4分钟。妈的！哎呀，我想跳死那个 AD 呀、啊！兄弟，漏不漏？大声的告诉我，漏还是不漏？哎妈的！要点点压力没有啊，干嘛他 Q 还留在手上呢？凉了，我就杀他没 AD。我操，奶起来了吗？我操，这奶妈奶起来了吗？